福利县政府今日伫斗六国际棒球场结合中央相关单位举办今年的万安甲灾害防救演练。整个演习动员将近千人，规模真大，演练的内容也非常详细。主办单位希望借着这款演练，加强防灾甲救灾人员的应变能力，提升社会大众防灾警觉性。因为伫地球暖化情形下，灾害规模也愈来愈大。这一次就是万安35号演习，配合防灾演习来操演。因此，我们除了消防、警政、民政，还有我们包括环保局等等单位都共同来演。包括市公所有斗六市公所、四同乡公所，还有麦寮乡公所等几个单位，我们动员的人力物力总共将近500人左右。另外还有民众大概有300-400人。福利馆这项大规模的防灾救灾演练，拢总有4大重点。其中伫棒球场进行的是地动的演练，福利科技工业区另外进行一项化学导灾的演习。这一次的演习就是模拟这个大地震哈，规模非常大，超过我们云林县整个灾防体系可以应变的这个范围，因此必须要结合军方还有全民动员三个汇报组成这个联合应变指挥管制中心。除了地震和毒灾以外，演习单位还有进行断桥抢修以及灾民疏散和安置的演练。第三个部分就是在绿川桥这个部分，就是云林科技工业区对外的联络孔道，就是绿川桥演练。一个就是断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变，当有人员掉到桥下的时候怎么应变。第四个部分就是演练灾民收容的时候怎么样让灾民能够很顺利的这个安顿下来。分离管政府人员强调，防灾和救灾能力平常时就应该建立，让灾害真正发生的时阵，会当将损失降至最低。记者叶明伟采访报道。